带了1000多个平原上的阿美族来打我们那个那个山镇社区，结果经过加湾的时候，我们的勇士从山上往下一看，哇，怎么来那么多人，我们怎么跟他打？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那个领袖说，这个简单。没办法吃，我们台湾的可以吃，这个不能吃，外来种。这个叫红菱头，对，昂拿岛。
走最前面的最佳女主角，帅的站后面，好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还有很多没有进场。好，还没有到此以前，我先说个故事哈。前年呢、啊，暑假我们这里边发现黑熊，当然带不回家，它跑掉了。结果呢，发现了黑熊之后哈、啊，我们部落呢就派了一个最凶神恶煞的猎人进场，一、二。三耶、yeah, 好，现在做出草的动作，右手出草，好可怕，哇哦哇哦，再来一个 OK， 就是这个巫婆玉，他就跟他讲你给我趴到，他就趴在那里喽，路过的人呢、啊、折起了巫婆玉的叶柄往肛门周遭这么一插，好了，为什么好了？所以我爸爸的脸蛋非常的漂亮，又白又细致啊，就是因为给妈妈吃这个，结果没想到妈妈的奶汁多到呢，孩子根本吸不完，就爸爸自己处理掉了。好，隧道口等我一下。山南很漂亮，对了，对，来，你要入镜，你是最美的哈，可以往前走了，哇！耶！儿子女儿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！但是女儿更好，要生女儿。耶！哈哈哈！回去你们就可以欣赏到了。这个左前方那个底下有个深潭哈、啊，你可以看到很大只的苦花。现在没有了，跑掉了。那个熊看到我们的猎人都吓死了，就是那个台湾黑熊啊，黑色的，这边前面有个白色的 V 啊，哎，后面不是我们的，对，他会怕你了，他看你那么会跳舞，他看到就吓死了。先摄影一下，对，因为这边是要分三组的地方，好，拍一个照，然后这边也拍一个照。OK， 好，已经不能跑，慢慢的往下走。好，你先拍一张来。哇，漂亮漂亮，好，睡。好，往下走。耶、yeah.。这里拍照很美哦，你们随便找一个角落拍照很棒。等下脱了鞋子，我们去里面泡一下冷泉。也有冷泉，你要上去吗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这边拍完照，我们就上去。那你要下去吗？还是要在这里？这边拍，这边拍就好了。来，你们上来这里，我就帮你们拍。来，哎，这边就很美了。对，有拍到那个冷那个瀑布就很美了。好。哇，全部入镜了，一二三耶，这衣服很红啊，你看后面的瀑布都看不到了。
很好，一二 ，OK， 好。全部都走这里了，好厉害啊，太厉害了吧！哎，我帮你们摄影。好，往前攻，不要左转哈、啊，往左边走就会到河床了。然后我们往攻，往上攻600公尺才能够跨过河床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全部都往右往前直走，不要向左边勾哈、啊。对对对。向左勾就要到河床了。2467。贾先是哪一组的？这边没有玫瑰石，这边没有玫瑰石，要到木瓜溪才有。这边没有，这边要有的话，可能有带铜矿。对，要不然就是鱼人金。有蓝宝吗？蓝宝这里没有，蓝宝要到台东。哎，然后我们隔壁有一个白豹溪，今年属猴，今年开始属猴的会发呢。哎，今年开始要发，厉害的来喽！耶，一二三，耶 ，OK， 很棒，再来一个 ，OK， 好了。你做的都很漂亮，都很健康，好会做人。对，啊，都很漂亮，漂亮，这是妹婿啊。哦，我会摆 pose。这个我跟大家分享。对啊。哎。哎，小心！有没有怎样？会不会痛？如果有痛，要跟我讲，我马上处理。会落。
哦，对对对。好，你们在桥上回头看我拍照，来看我，一二三，耶 ，OK。他是找你拿啊、哦哦哦哦哦、他女儿会不会讲阿弥陀佛？很可惜啊，我们德隆古的话啊，我做的多了，好玩呢、啊，我喜欢学习，喜欢学习哈、啊，什么都可以做。好，跟下来喽，我用摄影的。好，就问了，搞了半天是你们两个才双胞胎，前面是姐姐。比较瘦的就是，认识的朋友多，什么都能吃。这边没有，因为跟我们要在那个。雪山呢、啊？那边够冷，我们这边还不够冷。好，出动全部看我一下，给我打个招呼。耶、yeah, ，好，可以，棒。嗯，他们不行啊，不会吧？都那么苗条，就聊天嘛，这个叫放慢脚步。他们有他们的甜言蜜语，不让你们这些男生听到。你们的儿子是最大的是吧？哇，好棒好棒！准备接掌你的事业了是吧？看了照片就知道了，你们要羡慕了。结果这个只到第一阶，好，我们准备吃饭了，加班哦。加班哦。四周围都有洗手台。好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啊！
哇，你们这个是最养生的，吃素的，很可爱，超漂亮。没有没有，哇！你是最厉害的小朋友。好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哇！好棒，好棒！拜拜。Go in.